林峰托病体陪儿看电影，冒险赴屏东求抗癌秘方。到处乱走，随便乱走。是最喜欢到新义威秀走走的高凌风，又被苹果之姬带儿子宝弟出没。高大哥虽然戴着口罩，但看起来精神还不错。今天是陪宝弟来看电影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刚看的什么电影？我忘记那叫《狄仁杰》吗？是那个什么？是那个叫什么？两个男的一直在赛车啊？对啊。我们的工作就是为儿子服务。你对儿子很好哎。啊，没有没有，应该嘛。对。高大哥身体还好吗？咳嗽是不是？没关系，因为你不出来走，你躺在家里，你更难恢复。动一动，然后心情好，看看赛车的电影。给小孩子激励激励。最近心情还好吗？就是又看到有窗姐跟那个眼镜张去到伊兰，那不要提，反正小孩子这样。OK， 不谈不谈。不过高大哥罹患血癌后还到处拍拍照，都不怕被感染吗？到处乱走，随便乱走，你跟我走。甚至还跑到屏东去求医，真有这么灵吗？对，我就是快乐啦，不要紧张啦，他说这些都会好。我拿了10天的药。你这样三不五时在外面走这样子，会不会担心被感染？为什么我们戴两个口罩？我最常走的就是戏院，只要有人咳嗽一定听得到。那你听得到，你是不是知道他的位置的方向？那你又戴了两个口罩，他的病毒是没有办法。